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还是来插一个这个球球。好的，这些再插一下的。这个球全是白色的。好的，我们找到这个口子，这边呢还有一层这个，把它拆了。好了，再把这个拆掉。好了，打开了。好了，打开了，我们现在来拆吧，把这个口碎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好好看的调色盘哦。噔噔，放在这里。好的，下一个。是一个可爱的小人物，当当，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，放在一边。这个，哇塞，是我一直想要的一个小人物，哎，终于出现了，好可爱呀！咦，有一张纸，我们待会儿再看吧。最后一个，拆一下看看。哎呀，怎么还是一个拼的呢？嗯，可能是个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。哦，好小的纸哦。哦，原来是个货架，这个简单。哎呀，还有小贴纸，你看，一个是贴在上面的。我刚刚也花了，这个才是最后一个。再找一下口。啊，口子被刚刚压住了。哎，让我猜猜是什么呢？哎呀呀，原来是一只可爱的小龙。你看，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拆到了这些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朵拉，你们看它多可爱呀，还背这个小背包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货架拼起来，你看。好的，这两只是放在后面的，它这里有个小孔，难怪呀。你们看，这就拼好了。下一个也是这样的，把它放在这里，一大个口，把它就这样安进去。好了，第一个好了，第二手，哎呀，好的，剩下这个安上去吧。最后一个这个也挺简单的，噔噔，我们把贴纸贴上去吧。第一个贴纸，按住一点哦，多一点，别太过分了，过一只，加油加油，过了心，压死它，好样的，噔噔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呢也要注一点点，像刚刚这样。好的，注一点，注一点，快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别虐待我。好哦，咔咔，实在是太好看了。最后一个是贴在上面的，那个我就要主心地了，真难啊。哎，这上面这个还挺简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货架拼好了，我们把小娃娃们都放在上面吧。哇，好可爱呀，调色盘。感觉有点不够放，是吧？那这个就重着点吧。好了，放好了，噔噔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